首先磁共振检查它是没有辐射的，因为磁共振检查它是利用人体的氢原子核当给予进入磁体后给予一个射频脉冲，这时候氢原子核它就吸收热量，当停止射频脉冲后它的热量就释放出来，然后通过计算机处理就得到不同信号的图像，它的成像原理就决定了它没有任何电力辐射，它现有证据证明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包括孕妇儿童都是可以完全放心的住的。但是磁共振也有一些不足，它一个它是扫描时间比较长，一般说来一个部位一般都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有的病人在里面待久了他不能忍受。另一个就是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噪音比较大，它的分贝达到80分贝以上，有的人在进去照的时候他可能那个